这边这边。好，谢谢。疫情的状况不太，就比较省钱一点啦。但是就是也很想要有一副就是很自己很喜欢的耳机，在家里工作啊，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听都可以很开心这样子。白色情人节跟情人节特别做什么事？我情人节那天我好像就在家哎、欸，在家、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就是尽量。减少不必要的外出，所以就是在家里比较多。对，受到什么影响？其实我相信所有人都一定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啦，所以就是大家辛苦了。然后我自己觉得自己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还行。嗯、好兄弟弟书记嘛、嗯，他在脸书上说他要当爸爸了。嗯，很祝福他，这是很好的消息。对，然后我还没有，谢谢。你自己的恋情呢？我最近很好啊。就蛮好的，但对 ，OK。